随住我哋讲到咧打爆咗个电脑，唔系随住讲我哋咧捉咗呢个紧鬼啊，捉咗呢个鬼丝通，咁样进咗只咩咧？系啦，免疫嘅鬼丝通，冇错啦。唔知有咩用啊？免疫系啦，你问我我都答你唔到啊，因为我都唔知道免疫有咩用啊。而家只鬼丝通咧，完全系乱七八糟，系啦，我都唔知点样形容。不过唔紧要嘅，一只 game 咧。一日未进化完咧，一日都仲有希望嘅，冇错。哇，原来呢度有一回光之石添。一日未进化，希望都仲有嘅，冇错。我系凭住呢个信念继续啦。咁呢一个鬼师通咧就要进化，就因为要通讯进化啦，所以咧我就再整多一个嘅盒，再整多一个呢个免通讯进化。咁如无意外咧，鬼师通会喺35咧进化嘅。咁我睇下会唔会啦。好，入去啦。咦，白路喎。哎，我讲，你知唔知啊？漂浮嘅石咧，一推一推就喐噶啦。呢度咧依旧有好多精灵咧，好中意嘅电器啊，所以咧电同电之间产生反应嘅，啲石头飘起啦。当然咧唔系全部石头都可以推啦。啊系啦，仲有事要调查，我走啦。OK， 咁真系哇，干地鼠咩？哇呢啲技可以唔使要，哇真嚟剪刀我、啊。你有冇自然啲嘢一嚟剪刀断头台？黐孖筋啊！真系杀咗你啊！一嚟就冇得测特性，回翻血先。好在呢度有个回血中心咧，就系咁冇回血都好烦啊。OK 得啦，好吓。但系呢度有未知图腾，但系未知图腾我已经捉咗啦。哇！佢有攻击指令呢招技嘅，咁当然啦，未知图腾得一招技啊嘛，所以净系得攻击指令啫。佢我要咁样推系啦。嗰嚿石仔咧要推去岩石嗰度。诶、欸，铁甲犀牛、啊，漂浮啊，集技好似系失去道具嘅时候乘二个速度，冇记错。好、哦，可以唔使住啊？咦，呢度点推啊？哦，咁样推，冇错。好 ，OK， 又系地鼠结实。哇，结实好似系唔会死嘅系嘛？唔会一击必杀系啦。好打埋条友先，咁咧就冷静介绍下咧可爱嘅成员，咩可爱嘅成员？好睇下呢只啦，革新即系破格。呢个啲花系其实有啲问，有啲唔系好熟悉啊，所以应该捉个另一个，即系用另一个嘅看法，我觉得要。啊，又死咗只迷你龙。边只有兵技啊？呢只咧，福德。好杀啦，伏特想赢我，讲笑咋？好走啦，呢度点推啊？咁样推，跟呢度推落去，好啱。睇下有冇啲嘢想捉就捉啦，呢度照旧。好呢只唔捉，呢只咩革新？哇，系咁剪刀断头台呢条友，黐线噶。呢度咧，哎，电器嘅洞穴果然喺呢度啊！电力嘅所象征嘅色算啊！依家咧同精灵嘅基本咧都系人类同埋精灵做我嘅理想场所啊！我要走啦，去救精灵啊 ，Anna， 唔知边个推落去先啊？边个嚟嗰个？哦，普通人 NPC 仔，精神提升，精神提升，但系减咗特工。哦，呢条乜水？俾你见识下三只精灵咧，足以咧令我自豪嘅破坏力喎！哇，系下载。每次见都觉得好震撼。呢度岩崩啦，梗系打两只，跟住呢度就用打雷，系冇啦。骨呢招骨技好冇咧，系冇得打雷啊！打雷打逃逃犬。呢只嘅话就用龙之路打逃逃犬，替身都几劲个替身其实。如果正常呢个 Pokemon 入面啲 NPC 识用替身，其实都几烦，因为只要你一用嗰啲。不过状态技都会即刻唔中，哇！万力呢嘢识出，犀利。好，呢度梗系用呢只啦，有水技。好，岩崩啊冇喎，哎岩崩咧照，呢度就用打雷呢只，龙之波动打呢、這个，哇！液态圈添，我用呢条咁串嘴。好 ，OK，
再嚟呢个打雷打呢隻龙波动啊，唔系水之用潮水呢个好似仲好啊，喷水先啱。好，打死一隻。好，呢隻就可以唔使喐啦，喷火啊，打雷喷水，搞掂，轻松想赢我。变性，自身属性会变成自己，哇、哎、呢、這个几好喎、啊，其实。即系我会变干岩石咁样啊？干草，我谂佢最好都系干草，不过唔细啦，系唔细。变色嚟冇咩意思，其实。OK， 走啦。好，你话咩咧？嗯，有双打。诶、欸，寄居蟹，寄居蟹捉嚟睇下啦。咩天真系嘛？啊，唔系，嗰、那个叫咩啊？乐天啊，系乐天，乐天性格。好。嗯，又点玩噶？我推错咗啊！咦，呢只就有能量扣，10万福德，一下打死添。暴佬，暴佬都可以捉喎、啊，岩崩，岩崩到啊！好，捉得 ，good。呢条上啱唔啱条路？啱喎、啊。哇，地龙都有呢度。捉下地龙，供应强重，捉嚟睇下有几强先，睇下呢度强唔强先，最紧要系，哇，唔够大呢度，鬼师通，草成结，草成结鬼师通意外地劲，其实老实讲，系啦，不过佢嗰个性格，佢个特性就中毒啊，真系，啊即刻捉到添，好，睇下咩虫啦。见唔见到我佢？应该会撞，应该会有嘢打嘅佢。哇，奇异空间，你可以唔使理噶。哇，但系未到嗰种，佢系咪帮我回血嘅咧？其实调查数量、啊，麻麻小鱼、啊，我系漂浮仔、啊。我唔理啦。诶、欸，呢度有出去咁得啦，出去回血先。回血兼睇精灵啊，最紧要系。点解而家我仲未有學習装？我系咪我有冇学习装置未？好似未有，边度拎咧？我都唔记得添。好、啊，边只系啊？我捉咗边只啊？头先嗰一格，我系啊呢三只，系咪啊？睇下先，仲有冇其他？冇啦，系嗰三只啫。好，第一只漂浮，OK 嘅，强稳，系咪追加嗰招啊？哦，击命中要害呢只咧，失眠，不会仲有睡眠？哦，加速度减特攻，劲喎呢只，诶拎出嚟用啊！哦，呢啲咁强嚟嘅，即系一定要拎出嚟用啦。唔要边只？唔要，哇，好难拣，鬼师通啦，系咪鬼师通我要进化、啊？嗯，一只鬼灯唔拎住啦，睇下鬼师通进咗咩之后再拣鬼灯出嚟用。OK。學習裝置邊度有咧？真係真係唔清楚。啊，飛人係喎，紅豆杉佢係，哇大絲球喎、啊，紅豆杉博士，哦，搭飛機，天堂之塔喎、啊，去挑戰道館，又可以挑戰道館啦，好啊，係邊啊道館？呢、這個，哦係啊係呢、這個，啱啦。究竟係咩人咧？呢、這個嗱係咩屬性呢？好，用呢个螺旋。咁我到有风嘅时候咧，就移动到咧被墙壁包围嘅地方啦，拍石地电同埋冰系。好，行呢啲要睇清楚先知佢咩属性。哇，死仔包，好劲嘅风系嘛？呢、這、一个咧就系、是、以道馆首领为首，我哋强大嘅象征，我哋离场精灵女战啦。哇，唔知降系定超能力，燃烧系咩技嚟噶？哦，引火健美。健美呢只色，讲笑噶，山蓝摇晃，哎转重啦，鲨鱼健美 ，OK， 加咗防御龙级，龙级都扣得少喎，瞬间失忆暴瘦，哇好废啲技，废得紧要阴功，健美黑夜诅咒，黑夜诅咒，黑夜，黑夜。OK， 搞掂。哦，要即刻过去，因为如果佢大风咧，就会吹走我。哇！
你就到顶到呢度，顶得住。好，顶住。OK， 再上。其实几有特别，几特别嘅呢一个道馆，因为你可以睇到咧，几有设计系啦，个设计几好嘅，都有啲咁嘅障碍咧，俾你去越过啊，系啦。哇！大光蛇，决定系哇飙浮大光蛇，隔嘢一招制敌，哇痛死咯！呢条用咩好呢？鬼屎痛啊！守护降系呢班友，哇出呢隻地面技，哇都痛，都唔系话好劲噶，再嚟叻27叻啦，28斗前十攻真系犀利，十攻嘅你都学得出，下草成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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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佢都系冇技打我呢条 ，OK 争最后一下。搞掂，25咧，集气弹 ，OK 喎，必定会命中要害，咁犀利呢招技，唔要水枪啦系嘛，唔要水枪，够嚟啦，好再嚟，去边度嚟噶？哇，快啲快啲，哎呀，俾佢顶住咗，俾个人顶住咗啊，金属怪。呢招高音，哎死咗！呢只一次轮喷火高音，应该好快杀到嘅。一嚿高血，我嚿高血可以出到支劲技，走啦，走一走去呢度先。上去，哇条路咁样，我好在顶得到呢度。诶，点样过去呢度？喂 ，shit， 点样过去噶 ？shit， 呢度点样过去啊？死咯，唔记得咗添。呢度过去啊？点样过去呢？同我条友打咗，我有打咩啊？好似未。哎，嗰边要过去，过去嗰边先。啊，唔系呢度。喂，未得，未得，未得。好，再嚟。上面呢度。哦 ，OK， 得啦。好，降系啊，呢条友。照用齿轮先啦，一开头照用齿轮打先。好，其实呢个都几靓，呢个道馆主啊，呢个馆主。哇，系点打啊？一嚟加咗特防，加特攻特防，点打？得格斗技可以打啊？仲有咩嚟话？足脚啊，转唔到重。哇，龙喷仲要龙色能量球。哇！超高級藥水添，龍劍福特啦，唯有我都冇記開啦。噴射水柱呢只黑夜詛咒，我用黑夜詛咒屈佢啦。哇！好痛，咁鬼勁嘅只自爆磁怪，去到呢一代，去到呢一個隨機自爆磁怪都係咁勁，瞬間失憶。哇！呢個龍級真係下載流沙地獄。哇！佢个水流喷射会唔会咁劲啊？哎呀死啦！好劲喎佢呢只嘢，应该我一早用紧用鬼师通打，因为鬼师通用地面技打佢痛啲。哎呀好在啲，哎要同呢条打唔紧要。哇呢只变色，哦我知啊呢只变色，咁直接用火技打啦唔紧要，变咗火属性而家用杂气弹。变色变咗火系噶，我而家变草系噶，用火技打电球，而家系电，我又变咗变色属性，诶特性，就去打继续 ，OK， 可可多拉，鬼师通，雨之梦，好，用地面技揼佢，呢招系咪骨头嗰招嚟噶吓？卡拉卡拉个卡拉卡拉嗰招啊！哦，一嚟鬼师通，唔好烦啦。佢应该唔会换重嘅，应该都系三合一，系、啊、三合一。哦，骨击，骨击，再嚟骨击，哎打唔中。哎，明明知骨击好有用，好劲。攻击提升，龙之路，
水柱喷射，哇！佢啲技好正常喎、啊，真系，点解会咁噶？佢啲技咩咧？冥想之后龙级啊，即系龙式啦，简单啲嚟讲。哇！点打啊，大佬？喷火龙级，哇！仲要麻痹，超高级药水，你有几串啊？真系，仲要食药添呢个时间。打死佢！唉，冇啦，打唔死。都可以打死嘅，呢只用龙波动啊，唔系、哦、低能黑夜诅咒。好，唔知道之后点啊？齿轮用火技打，火技或者地面或者格斗呢只啦。连续攻击啊！连续攻击呢招先啦。集气弹啦，不如直接用自由，哇！自由落体。哦，死埋！黑夜诅咒啊，都系喷水，喷水唔得，变成变咗飞行系，见到黑夜诅咒，香油，哇，又自由落体，诶、欸，打唔中啊 ，OK， 哇，对我冇效佢话，因为我系飞行系 ，boss 好多赖，咁强劲嘅精灵，炒冷攻击，哎，死得，哇！好劲啊！佢啲重唔系讲笑，佢第二隻我要用嗰只草虫打，好到啦，召救我嚟鬼师通先，之后用骨击打佢，系啦，二至五下，敲佢一定要敲佢，会唔会有打中真系？一定要打佢多啲啊，起码打三四下，靓波打五下，沙利啦，齿轮。齿轮嘅话，我用呢只，睇下呢只，因为佢带我上天呢只系嘛，超级冲击，黑夜诅咒，黑夜诅咒，哇靓波，杀到36啦 ，boss 好多啦，鬼斯通用地面技，哇，鬼斯通攞嗰招咁嘅骨头揼人真系好搞笑，揼佢。突赢佢，你又可以升咧啊，升好高啊，有机会见到进化之路啦。喂，争一下，佢嘅 boss 我都系得个睇啫，打我唔到，睇嚟得普通技啊。啊，真系个训，即系劲嘅训练先，因为有两年冇认真咧进行对战啊，啱啱系合格。好，70以下精灵听我讲嘅，70以下，我直接吹走我啦。好，咁啊搭飞机咧，咦，红豆杉咧，仲调查紧呢个塔啊，我要去咧吹。吹记货物服务中心、哦，准备飞机嘅嘢。吹记就系呢一个城市个名啦，吹记市呢个叫做。好，直接过去啦，过去呢个咩塔啊？好啊，塔呢度，我咪行呢度先。呢度好似好啲，哎，冇分别，直接跳落嚟。大口福，今集我哋直接进埋花呢只嘅鬼斯通，鬼进埋紧鬼，几劲个打雷，即系至少都系佢特攻技啊！好32啦，咁就 very good。好，哎，有嘢打，3v3啊又，哇，三隻钢系 ，OK， 自用地面技打大潮不备，打大钢蛇先，呢有岩笔啊，冇能量球或者喷火系啦，喷火好啲，三隻打，呢度就瞬间失忆啦，瞬间失忆。漂浮啊，系呢只漂浮，我都醒唔起添。OK， 唔紧要啊。哇，就死，打大潮不备，喷火。哇，但系喷火真系打唔死咯，唔紧要啊。龙级唔得，龙级大潮不备。好，哇，扣得少到咧，吸收拳，喷水。我呢度都用喷水先，净系你先用喷水，我呢度都用喷水。啊唔系啊啱，呢度就用喷水打全体，呢度就龙级暴兽书痕，瞬间失忆啦，唔好打人啦，打人同唔打人冇分别。好，搞完两只啦。好 ，OK， 呢度就到草城结打大钢蛇，黑夜诅咒打佢，瞬间失忆，搞掂，太犀利啦，我只嘅妖精真系。嗰只系咪可以进？嗰只几多咧进化？我招咩技话？死咯，唔记得咗添。呢只我记得好似可以进化嗰啲嘢，
我呢就冇得进啦，因为我记错咗，系啦，记错咗，记咗另一只，以为佢系嗰只黑白嗰只妖精，认错咗个样子。好吧，唔紧要啊，冇得进都冇所谓，都系好事嚟嘅。龙卷云啊，我呢啲系图睇图鉴嘅，我有得回血 ，very good， 我就系需要回血啊。十放气上气喎，啊，去精灵中心回血你教我。好，完美组合双打双，哇！你啲 level 用啲咁劲嘅重真系可以么？草城结打，念力土偶啊，能量球打念力土偶，打死一隻先，诶、欸、死咗啦！哇，坚硬，好嘢啊，坚硬唔错，奇，哇，正常技，哇，好感恩啊，学到啲正常技。但系地面技留唔留呢？因为而家地面记得小拳石同埋佢识替身，我想留、啊。啊！唔好啊，替身唔好要住啊！替身唔好要住啊！哦，替身唔好要啦。好，经过我睇完之后咧，其实好似37咧先有得进啊，因为佢唔系我话想换，我想35就35嘅，咁佢就有个规定啊，都有个准则嘅，就需要37咧先进啊。咁我唯有慢慢练到37，咁我再翻嚟啦，冇错。咁啊，再睇一睇啦。咁啊，周街睇下有冇啲咩训练家未打。因为训练家往往咧就高经啲。哇，呢只咁嘅嘢。打雷。啱啦，打自己就搞掂，进得啦嘛 ？Yes， 进得啦，几紧张，我惊进唔到啊，真系。好，系咩特性咧？好紧张啊，又嚟睇咩特性啊？哇，最紧张真系呢个环节，成日都系咁。好，准备啦。首先我哋一日喷佢先。好，乐天特性，性格乐天，特性系。